下海军吧，我说你状况怎么样，还好吧，然后他就说他也很喜欢克拉拉，他说关我屁事啊，他的关我屁事意思是说他觉得他也是很无辜，然后他是无奈的。NONO 北检爱轰人渣垃圾，消除圣任安，如果是我会主动离。艺人 NONO 日前遭控性骚性侵，今天下午出席台北地检署复讯，问讯仅花一个小时多就结束庭讯，最后经纪人带50万将 NONO 保出来。老婆有说什么吗？后面有车，后面有车，小心注意安全。刚刚你刚来的时候，双手是何时？现在都开始道歉。小红老师看到新闻怒发三则现实动态，哪里有直播，表示无法接受 NONO 被交保，更转发新闻怒呛他坚持不道歉，坚持不承认。据报道，早上警察去 NONO 家搜扣 3C 产品的时候，老婆朱海军也在场。 NONO 当时没胃口吃午餐，老婆也只在一旁凝视。关于两人婚姻状况，消除圣任安梁轩哀也表达看法。我有命下海军吧，我说你状况怎么样，还好吧，然后他就说他也很喜欢克拉拉，他说到底关我屁事啊，他的关我屁事意思是说他觉得他也是很无辜，然后他是无奈的。那你觉得海军跟 NONO 会离婚吗？当然是全合不全离咯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当事人嘛，如果我是 NONO 我会主动离，然后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海军，然后放海军继续好好的工作，他有他的人生，我对 NONO 是无安全的事。只是梁轩安上个月才被周刊拍到喂被子吃香肠，萧淑慎气到发文请记者朋友注意老公，觉得老公最近非常骚包，整天鬼鬼祟祟，如果有拍到什么尽量登出来。结果登登登，今天就被拍到和旗下公司的妹子们一起吃饭。我在谈一些工作，真的是工作上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请大家吃个饭，然后顺便大家认识一下，之后有一些的合作。我身边所有的妹子知道我带来是谁，没有人敢靠近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